謝謝主席，我繼續就削減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諮詢委員會的開支發言。警察援助級協會早前就援助級警員的薪酬架構和入職學歷要求和相同的文書主任的職系進行過一次對比，結果發現警員起薪點雖然較助理文書主任多7570元，但是當累積年資，兩職系的薪酬差距就會不斷收窄，到頂薪的時候，警員薪金只是比助理文書主任高3000元。協會早前亦都向了公務員事務局提交報告，要求檢討警員薪酬架構，但是遭到是局方拒絕。陳議員，你講了超過5分鐘，我都未聽得出你正話所講的這些情況和聯合秘書處公務籌作的開支有什麼關係？有啊，我解釋給主席聽，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這個綱領的工作。它的宗旨呢，就是透過徵詢這個諮詢委員會的意見，協助維持公務員及司法隊伍的效率和穩定性的。現在我就是說呢，它發揮不到這個職能，因為呢即將我講埋俾你聽，你就知道呢，原來紀律部隊尤其是呢喺頭先我講嘅警察援助級呢個範疇裏面呢，係會出現呢個係不穩定性出嚟。但你而家講緊嘅呢係削減嗰個聯合秘書處嘅公務籌作嘅開支。係啊，就係因為佢發揮唔到呢個功能，所以佢仲籌咩作，仲咩飲茶食飯灌水呢，係咪啊？咁如果佢做到嘢做得好，你就梗係俾佢照簽支票俾佢啦。如果佢就做得唔好，我要佢說服大家支持我去削減佢呢一個籌作開支。我頭先開始嘅時候都解釋過，即係如果削減曬，我估計黃一文議員呢嗰個原始動機呢，就係如果佢削減曬佢個全年開支呢，佢運作唔到，咁個公務員個薪酬檢討系統進行唔到呢，咁反而冇人工加，成個公務員系統咁就好大罪啦。咁所以係通過呢一個酌量削減，其實呢個數目好少嘅啫，係23000元。如果大家話應承我，唔使我解釋㗎啦，一陣間投贊成票支持咗，咁我可以完結我呢次發言。如果唔係，主席，我希望你俾少少時間，即係我係最多用一節嘅啫，去解釋清楚俾大家。我說服唔到大家就我心甘命抵，就希望大家咧會支持削減呢23000元。我盡量精簡好唔好，主席？係。其實警察評議會職方最不滿意當局是什麼呢？就是單方面改變了那個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其實當局以往是會全面考慮六大因素來調整的，包括是經濟狀況、政府財政狀況、生活費用變動、職方對薪酬調整的要求、公務員士氣。但是如今呢，當局就是只偏重參考薪酬趨勢指標，而忽略其他應有的數據。尤其是呢，是那六大因素前三個是沒有參考到。而秘書處，秘書處有什麼做得不好啦？現在真的就說一直不肯公開解釋怎樣去考慮這六大因素。不少公務人員都不禁懷疑，其實秘書處呢背後都是有個政治目的，而去改變應有的薪酬調整率，甚至呢有人懷疑呢是官商合謀。哦，原來咁，唔怪得可能大家都未必會支持，雖然呢23000元下。警方評議會職方代表冇確實信納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2013年嘅報告，嘅原因就係認為委員會所做嘅報告呢存有問題，可靠性不足，未能全面反映香港薪酬嘅趨勢實況。他們提出了四個問題，簡單來說，第一個就是薪酬是一項非常複雜的計算，當調查委員會組成之後，單方面依靠委員會成員以個人的知識和經驗，而在沒有專業判斷下去製成公司問卷，相比複雜的香港商業結構，簡單地將薪酬分為三層，再與公務員薪酬比較，是簡單和不可靠。第二呢，薪酬調查主要是依靠受訪公司誠實去回覆數據，當調查委員會委員發現當中數據有問題的時候，無法直接查證數據真確性，只能等待調查組人員詢問公司後的結果。
如果公司拒絕進一步解釋，委員會就無法進一步查證。第三，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受訪公司的態度亦會影響數據收集的可信性，即使供數據者的積極性和誠實度不足，若受訪公司不積極提交全面數據，又或者因為任何原因而有所保留，亦都會影響結果。最後就是公務員的薪酬在市場具有導向性的，而提供數據的公司都知道所提交的數據是會影響了公務員薪酬的調整的正負值和調整度。公務員薪酬在勞工市場上會造成一般工資的參照和機構員工工資掛鈎，不難令人懷疑公司所提交的數據的全面性和真確性。所以呢，在今次有效受訪過109間公司，就只有41間公司是提供單一薪酬調整率，未有是分開高中低層員工的薪酬調整率的。咁啊，當然咁樣將紀律部隊之間的薪酬作對比呢，其實都是存在爭議的。我簡單講返少少例子完成呢一 part 啦。正如幾年前呢，當其時啊張錦良、張炳良仲未係局長，就仲係教授嘅時候，都公開撰文講過，話慎防打開潘朵拉盒子啊！佢話紀律部隊嘅薪酬既存在歷史上留下嚟嘅相互對比關係，亦都有佢哋同文職公務員之間嘅對比關係。今日唔能夠視若無睹，從零開始，否則咧只會增加持續互相攀比、惡性抗爭嘅局面。他認為要合理處理紀律部隊薪酬，是考慮四個方面：一、尊重歷史；二、不製造進一步內部分化；三、現有個別薪酬結構不應該一成不變，需與時俱進，參照新因素作出微調；四、參考其他國家或者大城市紀律人員和文職人員之間的差距。我不認為各方對於這個紀律部隊的薪酬調整的意見，我已經去到結論了，最後兩句。因此呢，公務員事務局核下的公務及司法人員薪酬及服務條件諮詢委員會聯合秘書處呢，與其花精力呢在這些公務籌作上呢，不如專注處理紀律部隊的薪酬訴求，檢討整個薪酬的機制。所以呢，我懇請各位委員呢支持修正案編號1055，由黃毓民議員提出，削減大約相當於公務員事務局核下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諮詢委員會聯合秘書處用於公務籌作的全年預算開支23000元。